好。啊，今天来玩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什么，商场哈，我们直接调这个极限，也不知道是这个。其实我昨天打是还可以啊，可是今天如果要边录边讲话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变很烂。强大的经济来生产单位。好呀，这输入法是三蛙哥啊。输入法是卡死。对好，二代还是有卡输入法问题。他要玩的时候。大家要玩的时候还是要那个踹一下，就是把输入法点掉，记得要点掉，而且这很容易卡村啊。中国选这个商人啊，商朝人是比较不容易卡村，因为他一开始只要四十肉而已。然后记得要去挖树。这个游戏比较麻烦，就是你一开始要走，后面有一层。而且这基本上一代是很容易赚，非常好赚。要出来找大象，差不多了。如果一直都没有找到大象，就要赶快先吃路，我觉得会不然会断掉。大象哎。再来要挖树吧，啊，挖树来这边挖好。靠腰死掉。拉大象的时候不要分心做事。
开始啊。好，这时候就可以拉一些村民来参加了。有人来，开山。开哪来？好呗，这次挂掉了。好了好了，有人上门，开山。先挂一下。来山，有人。好了嘛，好了嘛，好了嘛，好了嘛。他应该在这一角。来来，好了嘛。好了嘛，先看看。等一下先补木头嘛。等一下这边，因为对方可能会在这，所以直接推到这边，然后要挖，好要挖石头啊。挖石头可能要砍到六寸，然后这边有闲置。艾莎，达达伊，艾莎，把点满啊，把它点满。Yuri， 看你要补到六寸还是七寸都可以啊。然后你可以稍微，这个记得要盖。好了，这里就可以开始。好了嘛，这边要研发。好了嘛。这次杀掉好了好了，冲完了就盖铁，好了嘛就盖铁，因为现在有肉就补到铁，有木就补到铁去。现在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去。好了嘛。好了嘛，
这样有点断村哈、现在是不用再去野外了，现在全部补全就好了。然后到他家压死他，这个功能有控制他的剑子。吃完了，我们就去找下一只。打死他！打死他的时间要到了。打打一 ，Bombus，Bombus，Bombus，Fury，Bombus，Fury。有木就不圆，有木就不圆，有木就不圆。
他如果再风筝的话呢，那他等下就要死啊。他现在差不多可以停兵了，就是，然后这个马的科技等下再说吧，等一下差不多要上场，上的时候就可以说。村民来盖，封闭，封闭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盖立马就封闭，然后呢，直接塞进对方库里。我是解决有点慢啦，因为不用跟他拖那么，就是你直接很快就可以把他干掉，就是弄得有点慢。这边都升一升，因为等一下要，因为你还有吃到投资口一些。他要很抢攻，你跟他我们一起抢攻。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哈，就是它会有那个哇，结果石头吃完，我们要拉一批人，然后再拉一批人去吃黄金。
偷偷的来投一下。这个其实我都不会输的，就是这个感觉边路边讲，好像花了时间比昨天久，昨天很快就打掉了哈。他可能应该升蛮快，因为我后面有一点慢升的啦，就是我没有太快升。理论好一点，我昨天测的是我是九分多升，然后。对啊，他也是跟我们差不多时间啊。其实极难电脑，哎，极限电脑是还好，就是昨天打这么快，昨天二十出头就把它干掉了，就是边路边讲还是有差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昨天我运气比较好，压比较里面，就是有办法直接压，可是我没盖起来。那通常大家升封建之后，电脑是一定会升的。我觉得他动作非常快，他是直接广开 TC， 所以他的村民数应该会比我多吧？你看他96村，有没有？因为我那时候也要开 TC， 或者全部拿来铺田，全部盖这个军事建筑，看一下，他的军事建筑。哦，他拿来开 TC 跟那个啦，到，哦、这边也有圣殿，刚就是这边在想，他应该是拿来铺 TC， 然后军事建筑补的没有我那么多啊，我这个就补三栋，然后这边补五栋，然后，因为我是到处寄生，然后花了一些人。这边还有，所以那个基数就有差了吧？他一开始是这个一二三四，其实他也不少，主要是经济科技啊，经济科技我太晚了。他这个因为这还要一段时间熟练，这个经济科技一级的等，理论上是都把它拿一拿，对吧？不然其实这个。后面会输哦，输梅尔人哦，他的农田，我记得他的
它好像有一些加成，村民加十哦，难怪投石器、投石车加四十，农场加125，渊准落甲加一对，苏美人也不错了哈。我选的是商朝人40，所以商朝人比较一开始比较不容易断村，然后城墙我没盖，好，骑兵速度、攻击速度提升10%。市政中心人口提供加持，所以一开始不容易卡村，不容易断村。如果你很容易断村的话，你就也是可以选商朝，因为一开始最好就是从古那边，然后时代二你要一定要慢慢转，去踩石头用投石手，然后加塔攻。啊，这样是理论上可以赢极限电脑，没有问题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。这个之后，希望一代出个天梯哈，或者是大家对一代有兴趣，可以来一起玩。不过一代比较没有什么，一代要做建筑学不容易啊，就是我这边也没完全做起来，你还要再补石头、补成本，所以其实一代建筑学真的很不容易做。以前一代也不流行用什么建筑学，这边几片啊，27片田是不是？29片 ，OK， 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哦，好，下次再见哦，好，下次一代见，拜拜。